帅哥是哪里的？云南的。云南吃的这么多辣椒吗？无辣不欢的。帅哥平时吃东西快不快？还行吧。这个挑战规则都清楚了吧？知道。六分钟吃完是三箱啊，三分钟内吃完是拿走五箱的啊。开始。开始了。加油啊，加油啊！这一碗都费了十五秒了，帅哥快点啊！三分钟吃不了，保持这个速度是可以的，平均十五秒一碗。不急啊，帅哥，急了等一下鼻子吃粉哦。辣吗，帅哥？辣，还好。问你家帅哥粉辣吗？问你家帅哥辣吗？帅哥会辣吗？那下次我改一下。我问帅哥阿姨辣吗？等一下这碗辣椒就是等你。帅哥，感觉这粉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啊。从云南那边过来了多久啊？1000多公里。开车啊？嗯。快点加油，争取三分钟。现在不要说话。现在是1分36秒。怎么个个都开车过来了？有这么多车吗？加油，帅哥！还有最后四碗，看你手都发抖了。还有机会的，还有机会的。有点辣吗？还好。还好是吗？那就加油。他刚说有点烫是吧？一点都不烫好吗？这个碗一点温度都没有了。两分钟了，两分钟了。还有一分钟，有一点危险了。哦哟，保持十五秒一碗。加油哦，不要等一下差一点点拿五香粉了哦。三分过一秒就只有三香了。最后两碗，现在2分半。加油。还有15秒、16秒、13秒。哦，好可惜哦，差一点点应该。争取啊，帅哥。58了。哦。很遗憾，差一点点，很遗憾，很遗憾，不好意思了。大哥，恭喜你3分04秒挑战成功，开心吗？开心。辣不辣？还好。还好，我应该加满了一点都可以哦。那好的，欢迎你下次光临啊。可以。阿姨的粉好吃吗，帅哥？好吃。